大家对物理化学的反应过程了解多少呢？可能只是书本上的吧。那么你有可能根本没见过下面这些神奇的现象，比如磁化橡皮泥吞金属，以及锂被点燃之后会发什么什么。当浓硫酸遇上硝基苯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呢？磁化了的橡皮泥正在吞噬一整块金属，将锂点燃雪花的形成过程，让磁铁从中空的铜管中通过，把浓硫酸加入到对硝基苯中，冰岛的大瀑布产生的绚丽彩虹，地球上一年的冰川，植被变化过程，章鱼变形，并且模仿海底环境变化，蜡烛重燃的小方法，太阳表面地等离子爆发过程，等离子环足足有四个地球那么大，过氧化氢加入碘化钾中，广口瓶里的可燃气体十分危险，高度9就可以，爆竹爆炸过程的慢放，玻璃瓶里的磁流体在磁铁的吸引下，磁流体变成圣诞树形超导，磁悬浮体沿着轨道运动，一颗爆炸的豌豆荚弹簧下落过程的慢放，电荷居然能吸引水流，相比星云壮观的 3D 模型，用绿色的染料泼洒观察水母的运动，超冷水一接触到冰就立刻凝固，比重比空气还大的六氟化硫，杯子装的是六氟化硫哦，铁棒置换硫酸铜黑硫粗，点中反应过程，锤击贝叶弹洞上的康乃馨，立马粉碎啊。